네가 너무 고맙잖아. Oh baby, 네가 너무 예쁘잖아. 너만 계속 바라보고 싶잖아 난 5000万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慧泽，我今年19岁，我来自韩国。我是韩国人。你现在是在中国念书吗？还是从特地从韩国赶过来的？我住在北京6个月。在六个月了？还是工作啊？学中文，学中文。那这次参加中国梦之声是因会有什么感觉吗？看到导师紧不紧张？其实我，老师我在韩国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师，所以紧张是紧张，但是不是那么紧张。你之前有参加过这种节目吗？没有。老师对你的评价怎么样？你的唱歌不错，这样说。你有信心走到底吗？什么？有没有信心走到最后？信心走到最后。你觉得能不能自己能不能走到最后？有没有信心？冠军。有没有信心拿冠军？信心拿冠军。你觉得自己能不能？啊。我觉得我可以，我有。因为是中国偶像啊，但你是韩国人。为什么会？因为我是韩国人，所以，中国也很多帅哥，然后，美女很多，但是我感觉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可以。可以。